月21号啊，要中秋节烤肉，看到时候你要不要带小朋友一起下来玩，还是说你要到时候自己下来再去 happy 一下？记得不要让云妈发现啊！如果你要自己下来的话，知道哦。到时候我们再去没有极限一下啊！记得哦，安排一下时间，我们到时候见 ，Goodbye。Bye.